现在有很多经常出差或者是喜欢旅行的小伙伴，在旅馆里边健身是一件非常不方便的事情，只能做一些俯卧撑呀，或者是仰卧起坐之类的。今天呢，我买了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健身神器，我认为给大家看一下。噔噔噔噔，就是这么个东西，可能有很多人见过哈。就这么大一个东西，可以跟我的手机做一个比较，放在行李箱里边完全没问题。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弹力绳，我现在把它打开，演示一下怎么用。一共就这么多东西，是五根弹力绳，还有上边五个配件。每个弹力绳的力量是不一样的，这上面有标注，这个是9.1公斤、13.6、11.4、6.8、4.5。这个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力量啊，然后把它组合起来。我现在买的这个是卖的最多的一款，你如果身体素质好的话，还有比这个力量组合更大的。现在就组合好了，两边这个是一个把手，然后中间这个是往门上挂的。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也是可以的。还有一个这个是往腿上绑的。这个是可以拆开的。这个是他送的一份说明书，就是不同的动作锻炼不同的肌肉。这个也是根据自己的情况、自己的想象力随便来。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